啊，我回了。唉，我好累啊。我刚在那个车上睡的，我都流口水了，真是无了个大雨了，真的。我今天在车上。就说这个镜头，说的我，骂的我都骂睡着了我自己。哎，谢谢金蛇夜蝶。有帅图，哪有帅图？帅图观众都没有，还帅图？唉，有代拍进去啊？那我有没有直拍？一半脑袋，Oh my god！你们这就满足了，反正你们开心就好。我现在已经不要求什么东西了，我现在没有什么好要求的。反正我很累，我觉得我很累，我就不知道这几天熬这个夜在那儿干什么。对呀，就很累。为什么洋洋要说我？啊？我只觉得我自己去跳了个寂寞，我不想连麦，我现在不想连麦。眼睛很痛，我这几天眼睛很痛。我这样子直播，虽然卡死了，你们都不知道我的心情，你们根本无法体会。哎，好，快来，你们无法体会我的心情，你知道吗？当时在台上的我就觉得，哎，自己今天啊，肯定跳的
就是肯定跳得帅出天际了，帅出宇宙了，很满满的期待。这个下来看这个回放，是真的没让我失望。我只想说，我自己在那设计我自己的这个叫什么分词动作，我要设计很久了，昨天晚上。还拖延了一下我的睡觉时间，本来我12点钟就要睡觉的，很早就收拾完了。但是呢，因为我一直在想，我这个就是我唱分词的时候，有我的单独镜头，我在想，我要怎么做呢？思考了很久，真的。结果今天确实没有让我失望，确实很帅，帅到。就是怎么说呢，帅到人两个脸都变成两半了，帅到都起了，就是帅到屏幕给我打了马赛克，我还能说什么呢？对啊，我帅到这个叫什么，画面都给我裂开了。确实，有什么用？这是我历史以来最不想去看回放的一次，我就看了一遍，没看完我就关了。真不如以后这样吧。既然都是这样的话，这样，你们这叫什么？你们给我自己去做服装，我自己去做服装，我自己来筹办这个我自己的庇护林。谢谢贤妻之气，这个气球小熊怎么又回来了？不是，你们都不懂，你们不懂我的心态，不懂我是怎么想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为什么要在这种大舞台上跳呢？这个舞，就是因为觉得，可以用很多东西。就是能用很多道具啊，然后还有大家的配合啊，然后灯光肯定也会比在剧场好吧，对吧？还有升降台呀什么的。我自己当时跳的是可享受了，跳完了之后发现自己只是梦一场。抬桌子，能不吃力吗？能不吃力吗？好帅哦，庆哥！我抬桌子抬得我脸都变形了，还但是不没有拍吃到你力，的脸，你这样子，哇！没有拍到我的脸，官博姐姐把我拍下来了，好帅哦，今天，我你在还那帮咬他牙口打切齿，伞呢，你还帮他口打伞。确实我也只能打伞，你还想打什么？这都是谁？我想打碟。我他看那看。灯光不是更适合打碟吗？对哇，吧？真的蛮不错的。我说不定打碟还更那个一点啊，更帅一那点，还你照得更清楚一点。们我那碟也个反京光。都的换装其实没有必要，我觉得你们穿西装更帅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也要脱，你们穿着西装更笔挺一点，对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不好跳舞吗？没有，就是要脱，你就看别人脱，你就想脱。其实就是要脱。我觉得穿上更帅。哎呀，无所谓了，这就是我们展示一下我们衣服里面的设计而已了。是什么设计呢？就是一个我平常特殊公演的打扮的设计。我跟你讲，我以为是你私服。对，确实，姐姐把这衣服给我拿来的时候，我都惊呆了。我说好私啊，服
这姐姐欣赏水平跟我有的一拼啊，就是怎么会那么了解我平常穿什么啊？她是不是就是特意的去看过平常表演的那些舞台？我不知道呀。是我的。嗯。哦，是我。穿着走。好帅哦，亲哥哥！我看到。对。我看到他可好瘦。嗯，他可瘦的我都不想站他旁边，我真的，我觉得我自卑。你穿长衣长裤你怕啥？确实，幸好我就庆幸当时我穿的是把我叫什么，除了我的脸，其他地方都遮起来的衣服。你站在军裤旁边就行。我不想站在他们俩旁边，他们我主要是我觉得我真的就是我站在他们俩旁边，他们俩就是真的就很高。确实他可比你高进来，他们好高，因为他们一个穿高跟鞋，一个菌菇这么高了，还垫这么高的内增高，我真的服了。你没垫？我都跟菌菇说你别垫了，菌菇。哦，他说没事，这个是免费的增高垫。你没垫吗？我垫了呀。那你说别人？不是，我是真的垫到极限了，我觉得我再垫我怕是鞋的被我踩穿了。不是，我已经垫到极致了，我跟你们讲。早知道我去选一双39码的鞋子，然后里面全部垫五层增高垫。我鞋太小了。喝不喝这个？瑞姐，大直播。我想要个口罩。可以，我都给你。我现在拿个衣服，我这个衣服太短了，我拿个长一点。青青在直播。他帅了今天。怎么沉迷于自己的美丽无法自拔？没错。那一瞬间，不是那一瞬间，是每一瞬间，我都很娇小。哎，练习室，我一个人拍有什么意思呢？你不吃饭吗，亲？我不吃，我都给，我气饱了。啊，你怎么了？是不是谁的气了？怎么如此的壁虎林让你不开心了？我跟叉叉一直在夸赞你今天好帅哦。有什么用呢？怎么了？你没有，都没有把我的，对啊，啊，没有把我这些美丽的瞬间记录下来的东西。有啊，你一元会没有拍吗？没有 Fox 啊，不你不知道吗？我们公司可以拿手机，这就吵架了。不是，他觉得没有那个美丽，就是没有记载他美丽的瞬间。然后下来之后，我就是我后来我下来之后，我看着我就很难过。然后当时刚好姐姐。关伯杰在那儿拍那个拍花絮，然后我在那儿很悲伤，哭了没哭，坚强，而且很悲伤，我在那儿站着坚强坚强。本来跳完之后还没看到的时候还挺开心的，一直沉迷于自己在舞台上的那个状态。对，很自恋。但你今天有好几个特写。然后爆一下的是有个特写，包括你给那个 Taco 打伞。哦，打得好好，特写伞都在打得好好。因为你那样手非要打伞。哇塞，你伞都打不好，你还你作为人你有什么用？我说他力气好大，这么大的伞，当然手臂没力量，大的伞都是歪伞，打的伞就发抖。像你这个人要正直，这个伞打的走正道，好吧？第二个走正道的。然后你知道姐姐怎么安慰我吗？她说没事，我给你两个字，就是倒霉。好会安慰人，真会安慰。真的。然后当时说好了，姐姐你走吧。别跟我说话了。啊！我其实已经气过了，因为我从下了舞台之后看到这个叫什么，我的这个叫什么来着？你的那个回放。哎，能看到回放了已经。早就能看到，看到回放之后呢，我就失语了，然后一路失语到了这个在车上失语到我睡着，到我流口水，忘记了这件事情。你刚睡觉流口水？对，我刚都到了，然后是有人在拍我说，哎，到了到了，我在流口水。嘴了我。不难受了。还好了。我刚看刘姐给你拍那个图啊，肩膀宽的嘞。你知道什么吗？你垫这个头发还不给你再垫垫，我觉得它可以再蓬蓬一点。算了，就这样了，也没什么别的要求。嗯。对。很不错的。因为我跳，我觉得。就是我跳完这个，就是我今天在那等着都睡着了。走吧，瑞姐，太累了。嗯啊，你不吃呀？也又不能睡，我不吃。
好吧，给你打包走。什么东西啊你们？我们去吃牛蛙。吃牛蛙，好吧。我不吃。走吧。好。立马，哎，口罩，口罩，在外面。好好。把鞋一穿。对，哇哇都不能安慰我。不吃，有什么好吃的这些东西？哎，我以后再也不会期待这种叫什么这种舞台了，还期待，我都不知道期待什么呢，期待一次拍的比一次差。而且我这个衣服是今天才做好的，我跟你们讲，今天我干了很多事情，我还拍了生喜，还拍了那个拍立得，做了很多事，确实做了很多事。对，再也不会像有以前那种舞台了，算了。对，这套衣服有深鞋的，放心，友友们。不过没有单人的，三个人一起的。我眼睛里面有血色，正常，因为最近都没有怎么睡好觉，也睡得很好，因为很累，一下就睡着了。就是因为最近前几天熬夜太那个了，我们那天3:30才那个才下班。没有单人的，不过有拍立得了。嗯，确实。眼睛瞪得像铜铃，哒哒哒哒哒哒哒。当然接下来我就是给自己准备呢，咱就是说给自己准备好好的跟床相亲相爱一下，好好的和我的床相亲相爱，是真的。以后我就老老实实的，我要好好睡觉。哦，哦，我的水袜子表演 ，Oh my god， 我都忘记了。小燕去哪儿了？她不会回酒店了吧？他可能真的回酒店了。嗯，他是不是在直播？我的帅照，我根本就没有帅照，我的反这个照片是用倩倩他们的那个相机拍的，但是他们要先传到那个连接器什么，要先传到手机上。再发给我，我也不好，他们说他们回去就传。对，谢谢哥思思的夜的。对啊，
因为我今天一直在那儿等着。好冷哦，我在等我房间的暖气升温，快速升温。对呀。我现在去休息吗？那不就这个妆就浪费掉了。我现在我觉得我最近化妆化的还挺不错的，就是人太疲惫了。你想一下，我从早上去就耗到晚上，我去了我就快速，我早上一到了那儿，因为我就是那种，如果我一困我就很难醒，我一睡觉我就很难醒过来，我醒过来都很迷糊，所以我就不敢睡，我也不敢在那儿眯，就是眯眼睛。我还好，我刚滴了眼药水，我眼睛现在还好。我戴眼镜直播，我戴什么眼镜直播？我取不，我不能取这个美瞳，我取完美瞳，我现在眼珠子肯定更丑，我眼珠子很丑。我现在每天真的丑。就有一种人老珠黄的感觉，本来我是一个琥珀色的瞳孔，但是呢因为最近没有怎么休息好，然后就会有一种人老珠黄的感觉，是真的。因为我那天还看到，就是我刷那个冲浪，看到别人说瞳孔发黄就是衰老的这个衰老的迹象，怎么怎么怎么的，反正就说，然后我就仔细看 ，Oh my god， 我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当然早上起来的时候眼睛还是很好的。对，我是瞳孔发红。谢谢福白的夜底。不要吃啊。老王说今天要请我和小爱去吃饭，因为上次我们就是给他生日的祝言嘛。但是人就是说不知道吃什么。什么？他们要出发了？今天王总确实来了的。
吃什么呢？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感觉我才开始直播，他们就出发了。但我还好，我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胃口，我感觉。不知道老王，就是今天王总来，觉得我们这个舞台跳的怎么样？不知道，不知道，不灵鸟，不想要，为什么？今天就应该去问一下王总为什么这个叫什么，为什么这个 B5 里只有一二号位有直拍，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输也要让我们输得明明白白的，你说对吧？有什么用呢？明明有那么多机位，有七台机子，哎，那些摄影机是摆设吗？我就想说。对呀，算了，不要因为这些影响心情，好吧，美美的再去回看一下那些我裂开的镜头吧，就眼睛这个眼睛鼻子啊什么的都还在就行。对，至少没把头给我切掉。我听到朱姐他们声音了，你们也听到了。等一下，先回微信。快回他，我让他们去吃吧，我是真吃不下了。对，我说，
没啥胃口。我说没事儿。嗯，我没事儿，之后一起吃，反正好啦，我不去了。因为我太累了。对，和你们聊会儿，我就要下了，我就要去卸妆了，我要躺尸了，我要躺尸了。真不吃，我觉得没有胃口的时候去了，我也很累，身体很疲惫，很沉重。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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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吃东西也不好，除非我就是我精力很旺盛的情况下，我晚上肯定会很饿，就肯定想吃东西。精力不旺盛的情况下就不吃东西。就喝水，就想喝水，喝东西。明天睡到自然醒，对呀、啊，明天要睡到自然醒。嗯，我想一下明天。本来明天还想去看他们，想去看 Kiki 的，但是，不让我们。算了，是我们去干什么？嗯，不去了。那。是吧？所以我说我这几天都一直在失语，我一直都在失语。我觉得我妈给我名字真取错了。哦，啊！
人家可没有，取这名的人才不会呢，人家是在叫什么，人家每天周世宇是每天在吟诗赏雨，而我是每天在抱头诗雨，不一样的。每这种名字在每个人身上体现出来东西也都不一样的。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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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我播到11:10吧，再播7分钟我就下。嗯，你们也要好好休息，你们也要好好休息，辛苦你们今天看了这么久的直播，是吧？也不知道我是第几个，在那等等等，跟我一样，我在后台等等等，你们就在屏幕等等等，然后完了之后等等出来的我还是裂开的，真是辛苦你们的眼睛了，谢谢神灯的夜天。受累了，我们都受累了。我不会自责，我现在不会跟自己过不去了，因为我的身体是最重要的。咱就说啊，一整个心态的放，这个放平衡。好吧，过去就让它过去，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呜，不会自责的，这不是我，这不是我办的，我为什么要自责？对吧？又不是我的责任。没事儿，好吧，咱就是说，就是这个工作的话。特别是在我们这个娱乐行业里面工作，就是要这个心态放好，遇到什么挫折困难啊，你过不去，锻炼心态。谢谢亲王很帅的皇冠。呜呜呜呜呜，真就是这样，我跟你们说，没有办法的，没有办法。这个确实，希望这个20。就现在还不算2022年吧，现在是2021年的，还没有过去尾声，要等真正的这个除夕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2022年的开始，所以我在静候。算了，你看今天那么多个节目啊，用这个什么斯坦尼康什么什么东西的，人这个画面从来就没出现过什么问题，又是到了我这个地方啊。美美的给我直接来了个叫什么，整了个抖音特效。我们练习室，我们可没有练习室，因为有练习室的话，我们拍过练习室的，我们的练习室非常的丑，因为我们都是根据这个舞台上的东西去设计的。谢谢，谢谢你的夜底，小安。啊，你们还真的以为是特效？可能是他这个真的是比较像特效。主要是真的不好看，真的呀，哈哈，我也觉得，确实，咱就说2022年啊，一定会转个大运，没关系，
现在这个2021，赶紧走啊！赶紧走，赶紧走！你走不走，反正我也反不会留你的。你现在就算对我怎么样，我也不会再 care， 也不会让自己再受苦受累了。哼。对吧，反正有些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你自己该做的你都做到了，对吧？就是这些该做的没有做到的人，他们以后哼会有他们的那个坏果子吃。我以后就是吃甜果子，他们就是吃坏果子，那种烂的烂果子。对，甜果子，对，不是说我自己，我是说我要吃甜果子。以后我的树上都是有满满的果实，但是他们就只剩一个干树枝。哦哦哦哦，呜呜呜呜！我今天回去让我妈给我算一下，我名字需不需要改一下？我叫洪玉文怎么样？我叫王玉文怎么样？王玉文会不会转运啊？因为我妈姓王，我不跟我爸姓。我发现我跟我爸姓，我这个有点叫什么来着？虽然这个名姓氏非常的这个叫什么稀少稀有，但是呢，我这个确实是不是做偶像，是不是要就是看一下这个名字，就是跟我这个搭不搭？冲不冲，犯不犯冲，我总觉得有点问题，回去算一算。不要说，有些时候真的确实是有那么一些玄学在里面的。肯定要慎重啊，这么大的事情一定会慎重的，好好慎重，好好的筛选一下，选个名字好听一点儿。看一下我姓王了之后会不会好一点。十分了，这么快就十分了，这个时间真的是，今天我在后台等的时候怎么你不过得那么快，我回来直播的时候每次都是这样子，这个时间就像被调成快进了一样。是吧？王多鱼是谁啊？好土的名字哦，王多鱼，就感觉他很多余，这个名字就很多余。取这个名字不行的，我跟你们讲。沈腾演的哦哦，那就叫做什么呢？就是说叫。王有钱。对，然后王有钱清百万，哎，这名字不错。是吧？但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说这名字我感觉是以后要出现在电影里面的。不会射死啊，人家只会记住你，不会射死，人家只会记住你的名字，因为很独特，又就是又好记又独特，念起来又顺口，多好的名字啊。亲富贵就算了吧，我以前小时候还挺喜欢吃那个神奇小富贵的。
王石油什么东西啊？我们家又不是开石油工厂的。王发财不好听。对，就是这个走向有点逐渐的不对了，偏离了。亲耳盖茨，哎呀，你们真的都挺有才华的。你们是不是都是那种高材生啊？你们取出来的名字都好艺术。你们叫做，就取个，叫亲友才，哦，亲友才，网友钱，王宝，叮咚咚，不不不不不。就是幸好今天啊，我是做了很多工作的，这个脸啊还是不错。这个叫什么？没有收效吧？把今天为这个瘦脸工作，我可是做了很多个小时的。对，看到没有？这个美美的下颌线就是要这样子把它饿出来。我也不知道，他们随便取的名字吧，就觉得这个名字比较那个好听。玉文，玉文，可能是想让我长得像玉一样，就是没有瑕疵。然后呢？文大概就是想让我有文化一点吧。哦，金和水，哦，可能是哦，因为取名字这个东西呢，他们确实是要去外面那个一下的，小孩取名字都是要看一下的，对。五行八字。全团哦，全国，确实啊，没有人跟我同名的，这个全球都没有人跟我同名。我这名字非常独一无二，首先呢，这个姓氏很稀少，其次呢，玉文这两个字估计也没有谁跟我一样。我这个名字叫人看一眼就能记住，嗯，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这名字学太有文化，有很多人都不太会，就是记不怎么记得住。对，只会知道哎，这个姓亲的，就这样。会有人觉得是艺名吗？哦。我以前自己一直都觉得自己名字很土。今天姐姐来我们那个房间找我去试衣服，她在叫青玉文在吗？我说在。我说姐姐以后别叫我大名，我是有艺名的人，叫我青总。
因为我觉得总觉得他们这样叫我，我就觉得很像老师在呼唤我一样，让我想起我上学时候的噩梦。姐姐没打我，姐姐爱我都来不及，她还打我，她怎么会打我呢？我这个小嘴巴每天就像是抹了蜂蜜一样的，她不会打我的，就是她对我呢，就是那种又爱又恨。就是会让他呢一整个哭笑不得，就是又想打我，但是又舍不得打我。暗恋我倒不至于，说实话，因为我从来不轻易的说别人暗恋我，除非我非常的有证据。我当时自恋，我也是对自己自恋，就是比如说今天觉得自己非常好看，然后就这样子，但是我不会自恋到别人。说去谁谁谁谁这个啊喜欢我这种东西，咱就说，就是呢喜欢一个人的眼神他就是藏不住的，所以这个东西不需要我去发现，我用眼睛去看就知道了。我看你们的喜欢多少，我现在看不到你们呀，你们在我面前的时候才能看见。对呀，现在只光是我看你们，那你们知道吗？那你们能看得出来我对你们的喜欢有多少吗？有没有看出来？看不出来，如果你看不出来的话，那就是你的眼神有问题，你是不是和我一样都戴了美瞳，对这个世界都看不清楚。对我表演一下，对我表演一下每种档次的眼神，对我表演一下什么意思？哦，你让我表演一下每种档次的眼神。我现在这个眼睛吧，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就是能这样子睁着，就是100分的爱了。什么？你健身房有个教练很像我啊？真的吗？那你多好啊，这你这多好，以后你就把它当我代餐嘛，你就反正你看见不着我，看不见我的时候你就去健身房看他，就像看见我一样。哇，你太幸运了吧，居然在你这个叫什么，在你家健身房都能遇见像我一样的人。我不会呀，我这个每天我每天在这里，就是怎么说呢，腿都感觉要断掉了，我还有时间跑到健身房去兼职。哇哦，比我更漂亮，那不是很正常吗？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比我漂亮的人太多了，但是像我这样子就是漂亮到一半，比较漂亮的比较独特的人就只有我一个。
我在想是今天发还是明天发微博，我还要 P 一下，我 P 这个滤镜的。明天发是吧？这样子让你们可以早点睡觉，这真的是有点累了。真的今天有点累了，而且你们今天就先看一下官博的反图吧，就官博反图是拍的挺好的。跟你们说今天吧，我等我下次见到今天给我画饼的这个哥哥啊，他就完蛋了，我就一整个说啊，千万不要让我再看见他在这儿给我画饼。我们今天在这儿吃饭就跟我说什么这个待会儿就今天这个镜头啊一直就会瞄准我给我拍，他说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因为我夸了他一句，我说他就是他在那儿讲他女儿然后怎么怎么样的，然后我说、啊、哥哥你都有女儿了，天哪一点都不像哎。他说那我像什么，说你像那种还没有谈恋爱的人耶然后他就跟我说哎，这夸的人有点不好意思了，那今天必须多给你几个镜头一直拍你然后看拍成什么样子，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呀啊？你就说是不是有点用力过猛了，镜头都裂了。到底是谁变了谁，我反正不知道。而且哥哥还说明年我要给你投票，我说好好的好的，我说是今年是今年啊，我说我记住了，希望到时候能够看见你的 ID， 希望我的单图网上也能出现你的 ID 吃个饭，还是吃个饭吃的就是怎么说呢，这顿饭吃的比较值得，以后多去食堂吃饭。报群号，这不需要报群号。好了，还有四分钟，我下了。对，今天不甩袜子了啊！今天不甩袜子了，小燕都不在，我怎么甩袜子？没有袜子甩了。没事的，他反正明天才走。哦，他是明天走吗？哦，是明天走。问一下，他今天晚上反正还要过来的。对。我知道他们要休息。哦，明天他们要那个握手，好像是他们握完手就要走。是，哦，不对，好像是，没问他，应该吧，应该吧，实在不行，我们下次连麦也可以，可以的，再说吧。我说了11:30关，我有一个时间强迫症。我希望我把我的这个哈欠，我的这个睡意传给你们，这样子我关了直播后你们也可以睡觉了。真是有点太困了，你们想到我今天都睡觉睡到流口水，
我睡觉都睡到流口水了，你们想我睡得多香？我已经很久睡觉没有睡到过流口水。为能打开你梦，为能打开你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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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现在都是晚上了呀，你跟我说早上好，然后又说晚安，你这你几是你在国外吗？卡了。嗯，我卡了没卡？是你们的网络，是口袋四八有问题吧？是这个口袋四八有问题吧？好了，还有一分钟呢。呜呜呜呜呜！晚安，朋友们，晚安，家人们，你们早点睡觉哦。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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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明天期待我的好看照片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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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点半喽，睡美容觉，拜拜。